Hello， 各位月手潮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30万年老虎钳。今年的圣诞节，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，所以我们在12月22号的时候有一个新的专场，想要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。想知道更多内容，请锁定月手潮的特别企划《音乐人的礼尚往来》。